谢一下各位。今天看到各位很高兴，因为我其实有点被吓到。以前去参加讲座这种类别的，大部分都是女生很多。今天居然哇，只有我才是个女生哎、欸，这是一种难得的表现，所以已经让我觉得嘉义好像不太一样。那等一下，如果我会留一点时间，那上过一些经过一些讲解，如果有一些想要再分享交流，我们之后再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主要会为各位介绍是，一个真的当然是无独有偶的作品，让大家认识一下说，在台湾有一个偶剧团，他们在做一些比较不一样，跟大家印象中不太一样的偶戏的创作。那另外一方面呢，会介绍一些欧洲，因为我是在法国留学，所以我看到比较多都是欧洲，比较熟悉。所以会放一些欧洲比较特殊的偶戏的影片让大家认识。那在开始前，我想要先知道一下大家对偶戏的想法大概是像什么样子。像刚进来那位美丽的妹妹就都问我说：“偶是这样吗？偶是这样吗？啊，是这样不改是不是？”大家不用害怕，因为没有标准答案，真的。你们等一下看影片就知道为什么没有标准答案。可以试着说说看，你们印象中的偶是什么？很好啊，因为我们戏上也不担心。你们是什么戏？文化资产的东西。哎呀，那一定要知道什么东西啊。那今天就来对了。那还有呢？好了，除了布袋戏，可见台湾的偶戏需要文化资产的保护。就是其实在台湾，偶戏的类别里面，传统的就已经有三种。一个是布袋戏，就是大家常在庙口看到的。那另外一种我们称为傀儡戏，傀儡戏它其实跟悬丝偶，就是西方称为悬丝偶，是同一个类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用木头雕刻出来的偶，它跟人一样有头、身体、手跟脚，可是它的身体、手跟脚其实都是有关节。透过悬丝的方式，我们让那些关节可以自由的活动。那等一下我会先从悬丝偶的影片开始，所以大家也可以从影片看到悬丝偶有哪些表现的方式。那再来一个就是皮影戏，皮影戏可能是现在越来越少看到，因为我觉得皮影戏的消失有一个东西跟电视电影的出现有很大的关系。以前皮影戏就是那有一个布幕，然后我们用动物的，比如说牛皮啊或是羊皮，然后老师傅在上面去雕刻出一些花纹，然后去塑造一些角色，然后透过一个蜡，一根奇妙的蜡烛，就可以把那些影子投影在布幕上面，去创造一些很魔幻的效果。好，欢迎两位朋友。那我继续讲，你们就自己找。可以尽量靠近面坐。对，所以其实靠近靠近，它某种程度，如果你们小时候有在那种昏暗的床上，然后对着墙壁开始比歌词啊、小鸟啊、狗啊那些。那就已经是你们小时候都会有一些创造的。本来这位同学你可以继续没有关系，就有多一些画外之意。然后就是，所以其实偶戏我觉得刚刚有提到它比较偏向传统，然后比较是一些刻板印象，像是布袋戏那些之外，有一些台湾的剧场观众他们也会觉得说，偶戏其实是演给小朋友看的，只有小朋友可以进去看偶戏，大人不用看偶戏。这也是另外一种刻板印象，因为我们印象中的偶戏感觉就很像芝麻街里面的什么饼干怪兽啊、口袋怪兽，他讲话总是叭叭叭叭叭叭叭，所以我就觉得，哎，这偶那么幼稚，我已经离开童年这么久，我还有必要回去看这些戏吗？但是我想从一些比较字根上的渊源来帮大家理解一下偶戏是什么。大家可以想一下，偶这个字是怎么写？它是一个人在一个鱼，然后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称为偶。那这个人字旁，如果我们从偶戏的创作跟表演美学来看的话，它其实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就是所有的偶，它其实都需要有一个人去操纵它，有一个人去把它制造出来，然后找到最适合它的形体，然后让它在台上就好像女娲捏人一样，女娲捏人以后给吐了一口气给他，那个小女友好像突然就有了生命一样活了起来。那那个操偶师跟或是操偶演员，他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他给了他一些存在的能量在舞台上，他可以因为跟操偶师一起舞动，
所以我们感觉到，哎，这个偶虽然看起来是假的，可是在舞台上的表演瞬间变成一个真的。那剧场有趣的地方也是在这里，就是我们明明看着舞台上在演一个我们知道是假的人，可是我们却会被他感动，因为他可以透过表演，透过说故事的方式，让你感觉到这个东西它有某一种生命的魅力，它有某一种情感上他想要表达不一样诠释的意涵。那我觉得偶这个人字旁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当真人能够在舞台上演一出戏给你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偶？那等一下各位可以看到影片中有很多戏偶，它的造型其实并不是在拟真，它并不是去刻一个跟人长得一模一样，然后告诉你跟啊你看这个人长得好像哦，它跟那些比较写实画派的画家他们画出来，然后让你感觉好像照相机照出来的那些作品是完全不一样的。相反的，它其实是透过人内在的一些想象，他们的创造力，然后重新去捏造出一个戏偶的形状。当那个戏偶呢，它在舞台上可以呈现出跟真人演员他无法表达的一些特殊的技巧。这其实跟以前戏剧的发展起源是有关的，因为以前剧场它最初被发明起来，其实跟仪式有关。然后因为以前还没有在发明文字之前，剧场就发生了，因为组里面的长老他需要讲一段口述历史，然后让组里面的人知道，哎，你们的爸爸妈妈，然后爷爷奶奶他们曾经发生过什么事。那今天呢，我要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你们听了故事以后，你们才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组里面的人围在萤火前面，他们觉得讲故事越来越无聊，所以他们就开始加入一些手势，然后也会加一些音乐。然后就会有舞蹈的产生。那舞蹈产生以后，比如说神话故事里面总是有一些英雄会杀戮打来打去的，那他们在跳舞跳着之后，两个可能就会有两个特殊的角色出来互相打架干嘛的，然后去阐述这个历史故事里面的一些特殊的场景。那比如说你们如果喜欢原住民文化，一定知道口述历史里面一定有很多神话传说的部分，因为我们在讲一个，比如说一个族群它的诞生，一定是这群人在这里生活，他们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就推派了一个英雄出去，拜托那个英雄去帮忙解决这个困难。最后，这个英雄他在冒险的过程里，他会需要很多神明的帮助，可能一只鸟来叼来一个弓箭，或是一只狗帮他去咬坏人。那这个时候呢，他经过了各种神奇的力量的帮助以后，他才能够完成他的冒险，为这个族人带来最后丰盛的胜利。那偶戏在刚开始为什么会跟这些口述的神话历史的表现有这么深的关系，就是因为比如说要一只鸟飞过来，真的人不可能真的像一只鸟飞过来吧，所以一只悬丝偶它这样子拉起来，它就可以真的达到那个飞翔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希望有一个人可以不断的转圆圈，可是真的人在那边不断转圆圈，他可能会吐死，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偶能够表现那个转圆圈，转圆圈越转越大，越转越大那个神奇的画面。所以戏偶呢，它除了能够表现出我们心里面的想象跟欲望之外，它在舞台上也会去制造一些比较魔幻的效果。那今天要给各位先看的是介绍德国的悬丝偶大师，他叫做亚伯特罗瑟。那为什么要从这位德国悬丝偶大师开始介绍起？其实是因为亚伯特先生他跟无独有偶剧团有一个很深的渊源。我们的团长郑嘉颖，也就是导演，他曾经到国外去跟他取经过，去跟他学习怎么样去制作悬丝偶啊，然后怎么样带着演员一起做戏偶的表演。那剧团也去了欧洲好几次跟他参加工作坊，所以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关于戏偶的制作，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是人偶铜牌的表演美学。那人偶铜牌将会是我今天晚上主要为各位介绍，就是我们过去都会觉得说一个操偶师他必须要躲在偶后面，比如说我们会把脸遮起来，然后是全身穿黑衣服，让人家故意忘记有操偶师的存在。可是其实亚伯特先生他会开始用他的表演告诉你，操
超偶是本来就存在，我们为什么要假装它不存在？更厉害的超偶是让你知道明明有一个人在那边操纵它，可是你却觉得那个偶它有它自己的生命。好，那先给各位看一些亚伯特先生他做的小品。